手之间厨房无烟，帅风气生造就是这么健康。欢迎大家准点收看，因为这个帅风电视官方播出的体保动画。大家好，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，还是一句话，要相信你啊，你的体保。早些的话，今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？体保来盖小果冻，成语故事讲一讲，文高大文浪费时，养生健康长知识，家中豪宅登上桌，紧张的如你排家好。经常啊，在朋友圈看到一种讲堂的打卡方式啊，就是做家长的摆条。今天是谁谁谁坚持阅读第几天？而且呢，个当老师个也经常是提醒家长们一定要监督自己的习惯读书，因为啊，读书好处实在是太多了。而且我们中国人经常话讲，开卷有益。小美，上周我们学堂组织集体郊游，我怎么没看到你呢？我没去啊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老爸给我买了两本新书，我这两天都在家里看书呢。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这么难得的一次郊游，你居然能在家里看书？不然呢？郊游没什么好玩的，而且这两天我在家里看书，学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，我觉得这句话比较适合你。开卷有益，我不太明白。我是看书又不是考试。开卷即是说考试，也是说阅读看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觉得师兄开口也有意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你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有我们不知道的知识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再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的知识，开卷有益。好，又可以听故事学知识了。宋朝初年，由黎芳等人编的分类百科全书《太平种类》，这部书摘抄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，分类归成55门，全书一共1000卷。当时宋太宗非常喜欢这本书，于是白天处理国家大事，晚上就抽空看书。大家都觉得他太辛苦了，于是就有人劝他说：陛下，我近日看你彻夜不眠的读书，你可要注意身体啊。我没事，我身体好着呢。您每天都要忙于国家大事，晚上还要熬夜看书，未免也太辛苦了，少读一些吧，多休息。我喜欢读书，开卷有益，我不觉得疲累啊。后来因为这本书是皇帝看过的，所以就改名叫太平御览。开卷有益这句话后来便形成了成语，意思是说读书就有好处，所以你想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，就一定要勤奋读书。哦，开卷有益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励志的故事啊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只要你读书一定能学到知识。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是很喜欢看书，自从在书上学到了别人很多不知道的知识，就特别有成就感，最后喜欢上了看书。所以说开卷有益就是这么来的。不过读书虽好，也需要适量参加一些户外活动，这样也算是一种学习哦。师兄，我知道了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看书。不过读书啊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我讲你讲的简直啊，且日积月累，那读书那个方案就是会比人家多，对吧？你好了，接下来个时间进入我们进一个养生健康。身上有哪些个啦？耶，侬有事不了嘛？就是讲我工资高起来。哦，哎，那我微信里滚高山老六啊。那个我都晓得的，那好赖啊。是不是阳气太重了、啊？哼，我们老女子，麻烦咱这个是赖的。不知道您在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出汗的情况呢？明明是大冬天的，却大汗淋漓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晚上容易出汗，是吧？那说也有点那种燥热。对对对，我一到晚上啊，睡觉就会，哎呀，头发都拉丝，后面都是拉丝。对对。其实这个是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，有可能是这种阴虚盗汗的表现。啊，不是症状不错吗？这是虚吗？不属于啊，阴虚盗汗表，当然他这个阴虚盗汗还是比较轻的，比较轻的。啊，相对出的汗量不太多、嗯，但是总会觉得衣服有点湿湿的，嗯、所以就想换衣服。对对对，啊，要不然湿的都难过。其实我们人体上来说，我们这个汗呢、啊，中医认为这个汗呢、啊，跟我们人体的这种，阴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。当人晚上入睡的时候，阳入于阴，
才开始入睡。那么阳出于阴，这个人就开始醒了啊。当阳不能入于阴的时候，阴不足就会导致我们汗液往外漏，从而导致这种盗汗的现象。专家说，晚上睡觉出虚汗，这叫盗汗，除了与睡眠环境、空气流通情况有关，工作压力大、精神紧张引起的心血不足、长时间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引发的阴虚火旺都会造成。而除了盗汗，还经常会出现心烦、面部发红发热、口干舌燥的症状。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缓解吗？我们就要什么滋阴。滋阴？哎，滋阴。男的要滋阴。哎，那每个人不论男女都有阴阳，都有阴阳啊，每个人都是阴阳合合形成的一个整体。那么要滋阴的话，第一个从饮食入手，可以吃一些百合啊，对吧？白木耳啊，这个滋阴的啊，这些。另外呢，不要去耗伤我们的阴液，那这样的话就不要熬夜，因为越熬夜越伤阴啊。另外呢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茶，缓解阴虚造成的盗汗现象，喝药茶可以缓解。所需要的中药材有麻黄根15克、青蒿10克。倒入容器中之后，加水浸润，待药性散发。接着大火烧开，再转小火慢慢熬制。15分钟之后出锅。专家说，麻黄根可以滋阴，青蒿可以敛汗，两者合用，每天喝一回，可以很好的缓解盗汗症状。这些您都学会了。广告自由欢迎回到浙江帅丰电视冠名播出的地方通告。接下来是民族话杂剧《豪宅断上床》。今夜要弄个鬼话，洗澡宅，当然接下来要当厨师，用这个是冷天的最好吃的一种素材。还有我们南方人呢，喜欢加个粉丝，味道也到时是别话的。好，到底啷弄个哩？啥是一款节目？芽白炒粉丝需要的原材料有黄芽白、熟粉丝、五花肉片。其实我们的黄芽白呢是和这个熟粉丝一块炒，可是平常的话我们可能最多的包菜炒粉丝是炒那个细粉丝。对，今天怎么会想到要炒熟粉丝？因为熟粉丝它更劲道。其实我们南昌人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熟粉丝的，但是今天我是用了五花肉跟那个黄芽白一起炒，更鲜而且更脆。它这个炒出来是那种干香的还是那种带点汤的？干香的。干香的。对，没有。好，第一步我们当然就要说到这个熟粉丝了。嗯，因为南昌人很喜欢吃，江西人都很喜欢吃。对。熟粉丝的泡发有些人不太清楚，来讲。这就是它温水泡就可以了。嗯，泡一般是泡过夜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我看我们的大厨在这个炒的时候呢，这个熟粉是切过一下的，对对，它没有让它拉得很长，对对对，吃起来不方便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起油锅，五花肉片先下锅煸炒。你说他为什么不说呢？煸至肉片打卷，炒出猪油后，下入一点蒜子、小米椒、生姜末。随后，先把黄芽白、菜梗部位下锅煸炒。翻炒数下之后，再下入黄芽白、菜叶部分，翻炒均匀。调味下入一点老抽、蚝油、生抽，下锅炒匀。炒匀后，熟粉丝下锅同炒。你看哈，我们来炒这道粉丝的时候呢，顺序是有一点跟平常炒粉不太一样的，是先放菜，再来放熟粉。对。它这有什么关键的需要注意的？那这个，因为这个熟粉呢，比这个粉还要难炒一点。嗯。它容易糊锅。容易打锅。对，好，放点鸡精和胡椒粉，十三香。这边还要用到一个醋，也要用到一点醋。那它这个油要多一点吗？对。炒这道菜，炒勺要勤动，根据菜的色面，我们可以放入老抽来调整。起锅前下入香葱，充分翻炒均匀，这道芽白炒粉丝就可以出锅了。
煎的牙白炒薯粉丝呢，这样就做好了。这道菜呢，其实我觉得真的炒起来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。对，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键在哪里。关键因为我是用的黄芽白的心去炒的，因为黄芽白大家都知道，它心的部位啊，嫩的部位是很甜很鲜。那我是先把黄芽白炒熟以后呢，再把那个，因为薯粉丝我是用开水泡过的，泡过以后再丢进去炒就可以了。这个就会更好一些。对，因为炒这个菜呢，我用了一些五花肉，就是因为五花肉它第一有猪油，第二五花肉得提鲜。都是为了让这道菜吃起来的话更鲜更好吃。对，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厨，他今天教大家的芽白炒薯粉丝，开开动，好味吧。芽白炒粉丝，鲜香罗牛，芽白是八十一个，粉丝是九零个。哎，弄之前呐，先切点正花肉，连水加水油，弄起来就更香了。如果说能碰到的质量好的薯粉，最后的广告方法弄，那个味道就更特别了。好，今天郭老家可以猜猜弄上了哪个馅来爽一爽的。大家好，我叫熊祥子，今天希望你们栏目送道菜给我，好棒子。今天要送的这道菜是熊先生要送给爱人的，黄芽白和薯粉丝似乎天生就是一对完美的搭配组合，就像我们的熊先生和爱人一样，还等什么呢？替他送菜去。好嘞，我们到了，叔叔阿姨。好，你好，来，我们进来。走嘞，我们来到熊叔叔家，阿姨也在身边。阿姨贵姓？我姓何。何阿姨，我们先不说话，先吃吧，吃才是最重要的，吃是人生一件大事，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。黄芽白和粉条、粉丝、薯粉丝，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平时家里面谁做饭哦？阿姨做饭。那我们来问一下熊叔叔哈，今天为什么会想到给老伴儿啊送到菜吃呢？今天我为这个老伴做这个菜，就是说这个老伴跟我结婚这么多年，对，是很辛苦，知道吧？嗯，所以我今天感谢感谢他，是吧？感谢感谢他，为他点到炭，点的这道菜。熊先生说，爱人对自己的照顾那是说也说不完，从年轻到现在，陪在自己身边不离不弃的就是老伴儿。从年轻到现在，是吧？现在还是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弄饭。早晨5点钟，为什么这么早？小孩读书了。小孩读书了，有孙子，有孙子在家，是吧？啊，这么多小孩在家里面，是吧？他对您本人好不好？好，也很好。我85年我做了这手术，我摔了一下，截肢了脾脏。啊？什么？切除了脾脏？那是个大手术啊！是啊，所以摔跤摔破了。哦，摔跤摔破了，那没用的嘛，出血了。所以到医院呢做了手术，是吧？所以在那段时间也是他伺候你，这个奶奶我就辛苦了。他要上班，那个时候上班是要计件的，单位计件了，打计件工资的，做的多的时候。我那个小孩还小，我那个小孩也是您一手照顾啊，那真的很忙。哎，对啊，我因为我就是说我这就是要感谢他啊，应该是感谢他。真的就这么看来，送一道菜都不够的，明天再送一道。我身体不回来现在是吗？对，现在多活了32年了。但是至少您的这个整个家庭里面是让您是非常安心的，应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阿姨说吗？我对她说，我是叫她多保重身体啊，什么东西。这么大的年纪来了，能做的放手的尽量放一点手的，我能做我就尽量帮做一点。对啊，总之想开一点，然后生活也过得轻松一点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人只要他身体好，对，比什么都好。对子女来说也是这样的，我们老人家身体好，也就对他的最大的安慰了，是吧？不要他的操心了，所以说我在这里，我借这个栏目的机会，我应该说谢谢。其实，在婚姻里，付出真爱才能无愧于心，值得你爱，便会无怨无悔。您说对吗？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愿望，希望我们美食爱心地替您实现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91-8831-6800，我们尽力替您完成。好在送到位，正经在准备。电视机前的您，如果能也有感念给您，也希望通过用一本菜来表达您的情感，请扎西联系我们提报专家。好，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，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。马上问买广告之后，欢迎回到浙江帅丰电器冠名播出的体保档案。大家好，我下次今夜体保档案的演播间来了两位台咖，我们要跟上班一组，所以在赶到录音室之后有可以有个饭，我家呢
只要用一个电饭煲就可以搞定，倒地去洗掉再要饭，就是那两位大咖的料理。好，我们扎西瓜节目。各位好，今天的美味家常菜由我静源亚芝来掌勺。哎，今天我们做什么呢？其实大家都很忙哈，一直想教大家一个在忙碌之余的话做一个美味简单易操作的晚餐。哇，听着就诱人。对，而且很好吃。这个名字叫一个番茄饭。那么一个番茄饭到底需要哪些原材料呢？来看看，需要的原材料有胡萝卜丁、玉米粒、腊肠、豌豆、西红柿。我在这儿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选的呢是广式腊肠。广式腊肠，你喜欢吃甜味的吗？我喜欢吃甜味的。你闻一下看，有淡淡的酒香。我就喜欢广式腊肠，你让我闻的话我一定说好吃。对，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一口。那把这个腊肠放在里面的米饭会有浓浓的那种香郁，还有一点点的酒香，是吧？对，当然了，这个是喜欢口味偏甜的。那如果说像南昌人喜欢口味偏重一点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南昌人自己腌制的这种腊肠。灌那个肠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就偏咸一点。比如说四川人喜欢吃的话呢，它可以放四川口味的那种带麻辣的香肠，味道又不一样了。口水了。对对对。说完这个肠的话，再来说其他食材哈。你看，这都是新鲜的胡萝卜，这个是玉米粒，而这个呢，我用的是豌豆。你看这个豌豆的话，如果说喜欢吃清甜的话，用青豆更好。但青豆的话，这个罐头比较多一些。到超市买这个青豆罐头倒进去，青豆罐头的口感就是甜香，而这个呢，就是说面软，但是啊，它这个新鲜食材的话，比青豆更加新鲜一点。还有这个米，我对这个米呢比较的讲究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东北的珍珠米，我觉得更加有口感、弹牙，哎，有粘性、有粘性，我觉得这个的话拌饭是特别好。但是相信有些喜欢吃那个，就是说散米。总之，用什么样的材料你做主，你喜欢吃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对，下面就进入操作环节吧。首先给番茄划一个十字花刀。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放什么呢？我觉得把它放在中间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。番茄放在中间。我们依次加入胡萝卜、玉米、豌豆、香肠，撒上一点食盐入底味儿，一点食用油防粘锅。好水煮好饭，现在我们要加入润甜脆天然含硒矿泉水。煮饭大咖。水呢要放少一点，这样米饭会更 Q 更好吃。润甜脆天然含硒矿泉水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米饭呢，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放入到电饭煲当中。好，打到煮饭模式，等待开始。一个番茄饭煮好了，开锅喽！好，来看一下，哇，冒着热气，哇，好香好香！就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好看吗？果蔬香、看看肉香全在里面，混合着的就是食物的香，还算半成品，还没有最后好。最后好的话会更好。对对对对，下面还有一个拌，你看到了吗？看见没有？我们拿到了什么？对，我们的酱油，因为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是是是，可能要调一点味。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这个番茄哦是皱皱的皮在上面，可能有的人都不喜欢吃那种有渣的东西，那么你就可以用筷子把这个皮给撕掉，对，这样口感会更细腻一些，更细腻一些。对，往锅里淋上一些生抽。喜欢芝麻油的也可以放一些，把番茄用饭勺铲碎，均匀地搅拌在一起。究竟这电饭煲煲出来的一个番茄饭味道怎么样呢？我们让亚芝庆元赶紧尝一尝。哇，我就在旁边闻着这个香味儿啊，就感觉特别的诱人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一个番茄饭呢，简单易行，而且是色泽好看。对啊，食指打动。对，我觉得小朋友们看见可开心了，你看。好有那种童话色彩的颜色，颜色好看是吧？好看，有食欲，还没吃着的话，一看都想吃了。你觉得好吃吗？我看着都好吃。我可以尝一下吗？我想尝一点点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我咬一口，那个香肠里边的那个油脂，瞬间的话就蹦到了米饭里面，你知道那种冲击感？哇，唇齿留香。好吃。有人问你幸福是什么，直接告诉他，吃一口一个番茄饭，这就是幸福。一个番茄饭，你值得拥有哦。现在已经是三小了，2019年月结束了，马上要迎来2020。大家在屋里是不是非常过？过去一年，人是老样过。反正阿芝我哎，是好嗓子，非常的样。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长夜，心都流泪。
这一年萌萌是这样过的。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不管了嘛，我们的祝福啊一定要提前送的。祝愿电视机前的每一位偶娘偶娘都能春风秀雨，发干雨色，储蓄拎高，力扫千军。是的，也希望大家各种幸福，各种快乐，非你莫属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再见。我的是明亮，我们今天的准点奉献个地包冻干，举手之间厨房无烟，帅风气冲造就是这么健康，和地包冻干情绪果不开心。杨颖老师跟我们再见，拜拜。我们的盐菜烧猪尾呢，这样就做好了。这道菜哈，闻过去就非常的香。你像这个盐菜的选用的话，有什么特别要交代要注意大家？盐菜的话，一般我们选的就是那种乡下的啊，这种盐菜就是一种土方法做的，很香，对，特别香。然后用盖着盐菜就更香。那你像这个做的时候，什么需要注意的？做的时候就是大家做这个盐菜的菜呀。